这是康熙时期英系图的一个标本啊，应该是将军罐上的啊。这边画的芭蕉，这边画的三个小孩啊。注意小孩这个开脸的画法，是不是看起来跟成化时期有点像？但是跟成化时期是有区别的。成化时期画英系图画小孩的时候啊，俗称成化一件衣啊，就是这个衣服直接用青花啊。不勾线了，就直接涂在上面，看起来就像一件衣服。但是康熙时期不一样啊，小孩穿的衣服是衣服，裤子是裤子，分得清清楚楚，并且最重要的，它是有勾线里边再填青花的这种画法啊。这个小孩的裤子没有填青花，表示穿的是白裤子。呵呵，啊，这是典型的康熙的这料的发色。谢谢大家。